要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Ultra Dash C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哎，出发了，今天去台南。后来有个人去看医生，有没有？嗯。他说：“医生，我包皮过长，怎么办？”医生说：“包在我身上。”这是你最新的笑话吗？最新的，开头一定要分享一个最新的。好不好？再凉了，我等一下要吃排骨便当了。吃完排骨便当，先直接下去台南。好，走，出发。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离高铁站有40分钟哦。开车40几分钟。对啊，啊车嘞？开车40分钟，啊车嘞？对啊，租车吗？我早就安排好了啦。我找一个台南的同行来接我，来接我们，跟他借车。我本来想租车嘛，哎、欸，本来要在住院呢，提早出院，为了我要。来跟他借车嘞，本来心肌梗塞去装支架，你把听过人拍麻将拍个心肌梗塞的不？你讲认真的吗？我讲认真的啊，他提早出院啊，真的、哦、真的啦，本来要住2天，昨天提早出院了，好不好？走了走了走，我们今天有车用了，快点快点，今天弄一弄，不知道要几点了。干，今天还红色牌哦，试车牌，对呀、啊，什么鬼东西？哎、欸，有在不？有啊、哦。有在啊，哇，边境二，哎，边境几车？我们这里喝到了、欸，茶农魔手，哎、欸，茶农魔手。啊，台北同行下来，他们也喝，他们觉得好喝、欸，哎。Oh God！ Oh God！ 哦吼吼，哦，这个林里，这糖高雄不30，哦，要修啊。这是甜点，微糖而已呢。这微糖，这微糖，真的超甜，甜到不行。我跟你讲。我弄到最上面冰块这边，我才能喝。大哥你好 ，Hello， Hello， 嗨，好啊，那你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车子行照？我再看一下车。我在想说，等一下怎么回去？应该是给到这个，这保管要换掉了。哎，你说你撞到什么？摩托车。所以他现在开是可以开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哦，他这个内规板有磨到轮胎。所以如果要开的话，要把这个固定上来。我看一下哦，雷达、啊。这个是那个雷达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你的支架，支架断掉，脚都断掉了。大灯的脚。对，然后保险杆的脚也都断掉了，然后大灯也破掉，引擎盖。它这个叶子板呢？这个叶子板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板，我猜啦，因为这个好像也没怎样啊。好，看一下其他地方。2015年的 C300 版。哦，这个椅子有一点，哦，方向盘其实也蛮光滑的。嗯，我也这有黑呢。这是什么？柏林之音哦。我记得好像跑十出头。一年大概跑5000。防撞辅助系统未运作，115000公里。小时钟。平板。啊，差不多啦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太快？哎、欸，阿奈，你知道我本来我们店是不是很少有 C300？ 那为什么这次我会来？你知道吗？嗯、因为我觉得 C300 现在太泛滥了。对啊，而且卖这种车都会遇到一些比较这个优秀的客人，棒球队的啦、啊，还是说这个药剂师啊，你懂吗？所以我比较少卖这个车。可是为什么这台酷车？因为它是灰色的啦，比较不一样。其实我们卖灰色的课程就不一样，就会像这样。温文儒雅，有家庭有小孩的，我觉得这种车就比较不用那个担心东担心西啊。那再加上说，因为其实他也常看我们影片啊，他等我们很久呢。对啊，等快一个月呢，约了半天呵呵，太忙了，终于敲出一个时间。那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跟这个车主来沟通一下，看他觉得这个我们要怎么处理比较好，好不好？你说你有差不多去问一下他维修的金额大概多少钱？维修的部分的话，他们大概是跟我抓10到15。因为他换的零件，对，之前原本想说去找、没有要回原厂的话，对、我有稍微上看一下淘宝，因为我这台车平常的保养就是我们跟里面第一间邻居，那他也很爱车，他很酷的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，他为了自己买 GLC300， 对，他看到外面那时候市价都太贵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就自己讨论，我们就成立公司，然后自己去问海关，再从海关去问代办，就一层一层问上去。所以这个是你跟他自己一起合办进来的？没有，这台是前一个朋友，所以他这台车后来保养都是我们自己买机油滤芯
啊啊，冷气率我们就自己来做，连零件都买，材料备品都买就对了。对啊，外汇的事其实我另外一个比较担心的就是保护问题啦，因为我有被原厂打枪过，所以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有先去登记，那因为我这台有美国的那个。你有去原厂登记是不是？新旧的认证哦，这里吧，所以他都有记那个保养的那个，就是如果有召回的话，嗯，像之前换哦，所以你这台是有的，对，有的，他这块也帮我换。对啊，那这样你比较好啦，因为他有时候你完全没有记录，你要去他有时候会不理你，所以你如果一进来，然后你又有那边 CPU，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，因为不是每台外汇都是有那边 CPU 啊，所以其实我 care 的是这种收，那如果你这台有，我就觉得放心蛮多的。这样之后我卖给下一个人也能跟他讲说这个状况，他就不用担心变成孤儿。如果你有愿意收购这台车的话，因为毕竟前面要换的东西蛮多的。对啊，你那个可能不是只有保杆哦，他那个连里面的那个脚都断掉了。对，我刚刚想到啊，那你说你这台车开多久？2019年开到现在，四年，快四年了。嗯，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啦，价钱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合理的啦，虽然跟我想的有点落差。可是我觉得它整套的逻辑下来是正确的，就是说这个车以它现在的颜色，它现在的里程数，好，我那时候跟他讲完整的状况，我觉得是在90万。他刚刚有扣除掉，他觉得说他维修起来大概再加上给我们差不多5万块的折旧，好，所以他觉得说大概修10万，折旧5万，这样是75万。15万。其实我直说好了，我原本其实想的是70啦，因为其实有一点没有计算到，就是。我回去再花时间去一直到修复整理完到上架的这个时间，然后第二个是其实皮椅跟方向盘的状态，我觉得是在车架以外的东西，还有其他的一些，其实并不是只有车头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整个思考逻辑就是跟车行的逻辑是一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影片看太多被洗脑了，他现在就差去开一间车行，他搞不好哪一天他就在台南，有没有？小司开一间外汇，我是之前那个秋千，我现在自己在那边开一个外汇车行，可以，有真的可以问我。OK， 要开车行，我 OK， 好不好？我可以跟你分享经验。好了，那重点啊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70吗？对啊，那我们就一人一半，报72.5。好，那我们就写合约，不啰嗦。阿丹，我特地带这个大力胶。对啊，我想说这个船年一年都可以在。船就可以在河里跑了，那这个应该是 OK 吧？你看它粘到两个粘住，我已经搬不开了，拔不开，看你拔，有没有超粘吧？粘了 ，OK 吧？可以粘保杆了吧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先粘保杆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以前没有拍过这样子的，是不是阿呆？我有遇过。嗯，我现在先尽量不要让它的内规板妨碍到驾驶，我想来古邦。然后慢慢再来，我来古板还没粘好，你慢慢地来，这样才不会磨到。有没有粘粘，等下就可以开回去了？其实可以啊，看起来好像可以。不行啊。高速公路风会吹那个轮毂，风大那个会打出去。风会吹轮毂，我们要去防尘那个。对啊。为什么流血？是胶带。怎么可能？灯壳之类的。嗯，有可能。好 ，OK， 搞定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奇怪。他伤在哪边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洗个手。好，谢谢。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会不会背光？OK。OK 吗？不错吧？今天新的企划挑战吧。来台南又有朋友来接我们到这边粘完保险杆，我们现在先去修理厂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高速公路那个速度很快，我怕是那个内规板，它会一直承受风压，我们一摆这样一直往前，它风压一直灌，要不然就拿内规板整片拆掉。先不要装。对，先不要装就好了，剩下就把东西固定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这瓶水有没有要套到这个磨手里？我真的没办法喝，你看我才喝这样而已。而且它这个包装很特别，没有，它外面有套一个保利龙，保冰的，这是一个对保冰套，有没有？超屌的，你在台北没看过这个吧？对，这很方便，它不会滴水啊，建议台北要用好不好？台北装这个一杯再涨10块，7块可不可以？哦，好甜哦，哦，
好甜哦。他现在亮一个防撞辅助系统未运装，他前面有那个雷达有没有？他把它拔掉了。雷达坏了吗？嗯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朋友认识的修理厂，哦，先把它进一步的固定完，我们就可以杀回台北，比较安全的杀回台北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Z 三 Plus， 指标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蒙阿波以后来到小路里面的修理厂，这也太屌了吧！看这修理厂，欸，真的哎，烤漆厂哎，看好屌哦。他会不会等一下说啊，你吃饱饭，我有 C 三百的办法，直接帮你装去？好，处理啊，车留到这边。万能束带。这温度的猫要上电视了，嘿，要上电视啊，要上 YouTube 啊。不会啊，这个还是很好卖。哦，撸啊撸啊！其实我刚刚开起来没有什么声音呢，看我们连的还不错。他又说在附近，旁边而已。高雄哎，啊？他有没有传错？他传错了吧？开车16分钟。啊，在高雄？在高雄啊。在附近，已经跨县市了。你怎么那么快就到高雄了？16分钟就到高雄。好了，没办法，我本来想绕跑了，可是人家帮助我们，我们只好去吃一下。盛情难却，真情难收。今天受到很多的帮忙，哎，在我们全程参与，还带我们来这边，真的有确实的固定好。可是我等一下想要再粘几个胶布，比较踏实一点。对，比较踏实。你也是这样觉得吗？嗯。吃饱饭粘一粘，我们就可以出发回台北。好，吃了。好不好？出来估车就是要吃啊！好，终于可以喝了，我加了一整瓶了。哎、欸，屌了啦！哎，这边听说这边礼拜天是绝对进不来的。礼拜天没开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排队啦。Second 呢？哦，今天空空的，好不好？4点，我记得4点开始营业。滨海路二段108-1。哇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すごいね。哎，不是啊，这跟台北有什么不一样？台北吃火锅不是也是这样？不过我喜欢这种店啊，这种店就是都自助的，有没有？就是沙茶酱可以挖很多。对啊，就自己很简单这样啊。别干了。我跟你讲啦，已经很多网友说，哦，一根哇塞啊，网友最厉害，连吃日本料理他们都很懂。我们网友很强啊。嗯。扁鱼。扁鱼是什么？所以这不能吃，这可以吃。可以啊，可以吃啊。就是底味的。对啊，底味的，像干掉的，像柴鱼那样。对，都拿来做汤底的。那它是算盘子的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汤底。它的汤底其实我刚吃青菜的时候，你吃出来。甜吗？它是种海鲜系的，海鲜味的汤底啊。嗯，鲜甜。啊，要快速，好吃。吃光光了有没有？赞哦，好喝哦！这如果开到台北，你多久会去吃一次？2个礼拜，这么短哦，我也1个月嘞。我们不要说，今天来台南，让人家帮忙又让人家请，我跟他来 PK， 开这一餐多少钱？输的人请客，要不要？不用，我直接请假。没有啊，比赛啊。我直接请假了，你来台南就是我请。没有，差一下啦。我觉得两切干两哎。好，现在重点有点牵扯。我觉得没有变，我觉得2600，好不好？等下谁输得起吗？输的猜输人请啊，合理吧？好不好？等下公布了，我最后一碗把它干掉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扁鱼是他自己拿丢进去的，我以为是他原本汤底就有。对，扁鱼来做汤底，我们有煮虾子，又煮肉，又煮青菜，又煮干贝，哦，那整个汤的味道要死我！我来讲，今天称或者谁来煮粥嘞？真的啦，不然就他去打个蛋花，我妈的，想象你喝汤的味道。这个煮粥是不是一定很好吃？应该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
2370哦。哎，你26了。shit。他猜中了，结果还是被他附走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了。他每次来台北，我都没办法请他，我都急急忙忙的。跟你说，我常在买单的人。好，拜拜，下个班呢？欸，我要再加固一下，我觉得很可怕，好不好？要保险，要保险。史上最坏 C300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挑战台北了。今天非常开心哦，你看太阳已经下山了，看一下夕阳，好不好？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夕阳下面站着一只鹤，夕鹤。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在高雄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直接妈带我们来更远的地方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直接5:30了，好，我们大概4个小时左右到台北，然后今天很开心，台南之旅。好，出高铁站朋友就来，车子受伤也处理好，让我们放心的可以回台北啊。台南的客人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客人，好，对车很有兴趣，然后一直有研究，价钱也很阿莎里。接下来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整个修复的影片，再跟大家分享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还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没讲啊？海海明海。明海哦，他叫明海哦，哎，这好好吃哦。他在以后带妹来高雄玩，有地方带妹吃这个好像不太好，不，好像不太对，不够浪漫，那个太 local， 干我屁事，走吧。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